4 3 2，威格国际学校中学部新生快问快答。你是一人还是二人？是一人。是一人。I 人。I 人。一人吧。I。I 人。要一人。一人。是一人。EFTP。有没有喜欢的偶像明星？喜欢就是 Blackpink 的谁？贾博士 Stephen Curry。 那你可以学 Curry 打球一下吗？2 1 2。 那你可以模仿一下 Curry 的脚步吗？不会。马斯克，因为他帅啊。周天成。来，冠名，你有没有喜欢的偶像明星？我哥，我大哥，我二哥。超尬耶。平常喜欢做什么事？喜欢打高尔夫球跟到处去旅游。微干体干而已。帅。平时喜欢打游戏 DBD 第五人格吃鸡传说什么都打。那你平时喜欢做什么事情？羽球、音乐、打游戏、拍照，像 Blackpink 他们团体之类的。我喜欢跳蔡徐坤的经典《请你开门》。4 3 2。很厉害耶，超厉害，这样就对了。我平时喜欢打电动 Roblox 或 Minecraft。 大家喜欢打电动？喜欢电动。那你对于我们班导师的第一印象怎么？就是人蛮好的，然后就是感觉很好沟通，人很好，温柔，非常非常一个聪明非常好的老师。就是他跟我国中老师很像。我的新导师就是我的国中老师，所以没有什么印象。哎呦，印象太深刻了。还蛮温柔的。很凶吗？你对雅婷老师的第一印象？没有，就单看脸。很不错，然后老师也很爱面子。对威格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可以暑假可以出去留学的活动。都很印象深刻，设备很好。校园版哦，环境很好，就是可以出去国外。未来期待的课程或活动，互相学习语言的课程。数学课吧，我对数，因为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就对数学比较有兴趣。数学课，因为我在我们班就是数学会比较好一些。日本的或阿兰的吧。篮球，我想加入篮球社。蛮期待明年2月的那个东京的那个滑雪挑战，